16年前，我们一人一龙三头妖魔，受众神的委托，去西天极乐世界拿取奇经。经历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。孙悟空，时间不多了。我是奇经，我一直在呼唤，但只有你听到了。阻止你师父，别把我交给帝释天，他会……唐三藏，你们立了大功。天界的家伙们，奇经是取回来了。悟空，别在这种时候捣乱呢。这不是玩笑，我露出破绽了。纷纷再变多一些，摩天大爆，想拿走就得先干掉。妖猴，你居然在此妄谈正义，休怪老夫出手无情。天就是正义。天是谁？是天界还是师兄？这玩笑可开不得呀。大师兄，现在只有一战，我们一师父打我们就打。尝尝老夫的怒火吧。天宫的秩序不容破坏，沈家处理掉他。遵命。还不敢消停吗？再回魂经死去吧。天柱，
你以为能躲得过我的剑雨吗？想听一下本王的鼓声吗？休怪老夫出手无情，天就是正义。燃烧吧，我的弩！让那些天主看到我们龙人的骄傲！给我休士吧！我要送奇经为西天极乐。我也要出战。是我的过失，差点就铸成大错了。你以为能躲得过我的剑雨吗？试一下这一招，南天法阵。来北海塞，是我的不耐烦了。
我要送小雨力士奇经永心你来守护西天极乐，绝不把它交给别人。我要送奇经回西天极乐。要出战，是我的过失，差点就铸成大错了。迎接你的死期吧！你以为能躲得过我的剑雨吗？我曾对小雨立誓，要用性命来守护她，绝不把她交给别人。我曾对小雨立誓，要用性命来守护她，绝不把她交给别人。要出战，刀山和火海，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？燃烧殆尽吧，这才是真正的炼狱。